大家好，我是韩吉。今天我们来到新竹安驾中心呢，受到碰打台湾的邀请，我们来这边参加一个安全驾驶教育课程。那以台湾目前考照的制度来说，是非常的不严谨。那驾训班的课程大概目前维持一周，大概第一天呢，教练大概就跟你讲一些车辆的操控的技巧以外，那其他后面的六天呢，都是一直让你在绕场地，然后熟悉这个考试的模式这样子。目的也只是让你拿到这个驾照，离实际上路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距离。那更不用说他有一些安全驾驶观念的教育。而这次本田呢，特别从日本请来两位资深的教官呢，来指导这次的安驾课程，希望呢就是带给台湾的骑士呢，在享受骑车的乐趣之余呢，能够多一份保障。那我们刚结束完早上的课程，那早上的课程呢，刚才是对一些骑乘的知识，然后还有行车前的检查做一些介绍。那刚开始我们骑乘之前呢，要对机车的四个部分做检查，第一个是胎压，第二个是刹车系统，第三个是灯系，第四个是油箱有没有油。那接下来呢，就是教练会教我们一些倒车如何扶起，那还有一些正确的驾驶姿势。那以确保呢，等一下我们在动态驾驶课程中能够安全并顺利的进行。接下来动态课程呢，教练先教我们加减速的时候身体要怎么跟着摆动，因为当你在加速的时候身体会往后，然后你在刹车的时候呢身体会前倾，所以既然你知道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就要先做一些身体上的动作，身体上的摆动，去克服它的惯性，在驾驶方面会比较的顺利。那接下来是 S 型绕锥的课程。那我们这次绕锥的课程呢，包含了八公尺的间距跟六公尺的间距。然后刚开始第一次呢，教练带我们走八公尺间距的绕锥的时候呢，其实动作还是非常的生硬。但是你多跑几次以后呢，你抓了那个入弯的节奏感，然后还有油门的该哪里加油，该哪里收油门，多练几次以后呢，其实大家就会有那个节奏感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六公尺的绕锥，锥间的距离变短了以后呢，那你在油门的速度控制上就要更加准确。不然可能会常常冲过头，或者是来不及这样子。刚刚我们的课程呢是上刹车的这个课程。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你刹车的时候，你的身体要怎么去抗衡这个刹车的力量。首先呢，当你刹车的时候，因为会有一股往后往前推的力量，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呈现一个比较龟缩的状况，去抵挡这个力量，这样在你刹车的时候，你整体的稳定性会比较好。在刹车的握法方式呢，教练说在日本最初阶的刹车方法是以四指完全握住刹车拉杆为基础。那这样子的教法是因为当你在四指拉住拉杆的时候，这个时候手是最不容易去顺便加到油门的。然后可是当你在熟悉之后呢，你可以尝试用最好的方式，可能是两指，食指加中指或中指加无名指来操控你的刹车。但是重点就是在你按刹车的同时呢，切记不能去加到油门。那教练呢，分别指示我们以不同的速度，30、40公里，然后还有不同的刹车方法，可能是单只有前刹或只有后刹，还有一起刹的时候刹车距离的变化。那以单纯以后刹来说，刹车距离是最长的。那第二场的呢，是单只有前刹，然后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前后一起使用这个刹车，这样刹车距离会非常的缩短。那接下来呢，有一个测试就是它有排很多三角锥，那教练只是我们在一个定点的方式过这三角锥以后开始刹车。那另外一个测试是我们一直骑，然后教练举手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刹车。那其实这种定点式刹车呢，因为你会预期到你要在哪里刹车，所以其实刹车距离相对是你比较短的，但是突发式刹车的时候，当你看到了教练的手势以后，你才开始做刹车的动作，其实中间的空窗期会非常的长。那我们实际测试以后呢，大概突发式状况的刹车的距离通常会比你定点式的刹车的距离还要再长一倍。
下午的课程，我们着重在弯道中的骑姿呢，还有低速的骑乘的状况的演练。在低速驾驶的课程里面，其实在台湾会有非常多低速驾驶的情况，例如在市区里面，比起高速驾驶，低速驾驶其实对操控性的要求更特别的高。那低速驾驶的时候呢，你要如何完美的搭配你的油门、你的刹车还有你的离合器，让你在弯道中的时候呢，可以稳定的控制车子，这是非常的重要的。除了驾驶技巧的练习以外呢，还有上一些静态的课程。那印象深刻的就是，其实本田他愿意来做这个安家的活动，对消费者来说呢，可能它是一种社会的贡献。其实市场上有很多的车厂，但是其实并不是很多车厂都在做这样安家的事情，但是本田呢，却把它当做一种社会责任。他除了卖好的产品给消费者以外，他也希望可以让你骑得安心，然后观念也更加的好。那经过这一套的课程呢，教练也希望我们把这个所学到的观念或者是技巧，可以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不管您是开车，或者是骑机车，或者是一般走路的行人，那本田都希望你可以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的回家。这次活动呢，我觉得令韩吉最有印象的，就是它虽然是个小东西，但是教练非常的在乎，就是每天在骑乘训练之前呢，教练都会带大家来做体操。其实这是对一种骑乘的很认真的态度。因为你在骑车的时候，你运动的不只是你的手或你的眼睛，其实你的全身呢都是有运动到的。那可是像有时候韩吉去晨跑的时候，早上一起来吃完饭就准备出门了，也不会做什么身体上的热身，然后可能有时候呢就会觉得哪里没有热开，转向可能会很不顺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本田带给我们这个很好的观念，就是在你骑车的时候，不管是你的态度或者是你的身体的状况，都要调整到一个很好的态度，不仅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任，那也对每一个在路上的用路人算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就如同今天的 slogan， Safety for everyone。